有点热。刚刚去全联没有买到那个烤肉用的芝麻叶，但是看到这个，就是鸡腿油饭，长这样。然后我在社团全联的那个社团里面看，大家说很好吃，所以我就想吃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，真可爱。先长这样，它里面有一个鸡腿，然后有一些香菇肉末吧，肉燥，然后还有一个酸萝卜。等一下，等 Elvin 去买一下饮料。龟记是龟吗？应该是龟记。好，干嘛对镜头假笑？没有啊，就我觉得你对我的爱有因为时间淡去了。怎么了？你以前都会先给我喝，你现在自己先喝一口。我以為可能已经淡去了。我以为你在拍我，所以我然后我先喝一口，表示冰冰凉凉，很好喝。哎，这是美味堂的，可以转过来。这就是卖猪耳朵那一个啊。他们联名啊。往这边吧。好。那来吃一口啊。油饭可以哎，好吃吗？嗯，很扎实。那是肥肉吗？对，肥瘦肥瘦。可是油饭好吃哎，可是这一个99。99。嗯，有点贵。可是鸡腿蛮大的啊，跟便当盒一样大。粘在一起了。好像。你想干嘛？我想要拿起来吃。还是我帮你用，我比较会。好、啊。鸡腿很大。所以99是不是显得比较？可能鸡腿占89块，油饭占10块。吃油饭、哦，我是淀粉人嘞、欸。嗯。哦，它的油饭是那种。菇味蛮重的，然后那种麻油还是什么油香，里面很浓，是好吃的。然后很黏，可是它压的有点扁。对。它有半浓酱，它其实已经被压在那个鸡腿下面压成一片了，但吃起来是 Q 的。然后酱香很重，这没拍，这是香菇。你不用太近。香菇很浓哎，很卤的很香。那我吃一口鸡腿哦。鸡腿是不要酱菇。鸡腿就是那种炸鸡腿，没有，它不是现炸的，所以你不会，你没有感觉它那种，对，皮已经软掉了。对，其实买这种便当，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对啊，毕竟它一个99啊，虽然你可以买了以后回家气炸一下，但这个工太累了。但我觉得它的油饭是我吃过。很喜欢的、欸，嗯，有一些那个满月的那个油饭都没有这个香，我觉得可以吃看看。好，99块其实还好吧。那种贵的那个油饭也很贵。我知道，没吃过，但是有听闻过那个价格也不菲。对，它可能是樱花虾。樱花虾。但我不 care 樱花虾，我 care 的是香菇，它就是香菇的那个油饭香很香。鸡腿我觉得还可以，是大的。可以，好，等下我来吃看看鸡腿。油饭那么好吃，鸡腿是厚的啦，看得出来吧？是我咬的，有点稠稠的，但它是大只的。对，大概它大概占的这个便当应该至少一半左右。一整个啦，就是醋边呢、啊，如果用圆周来算的话，它已经醋边了。
我都还没有拿出镜头，你就猛吃一下。吃冰圈。你流汗了吗？对啊。我上次吃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劲辣鸡有改版哎，有吗？有吗？你吃它，我觉得它有变大。我上次吃的时候觉得它有肉有变大。它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它的那个鸡的腌制的那个口不均匀。对，不均匀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啊，我觉得它有变大哎，我觉得变大比较重要。我觉得变大，鸡排变大比均不均匀更重要。嗯，有变大？没有啊，没有变大。有吧？没有吗？这样有吗？好吧，那算了。而且它是它的那个，它的那个叫什么？阶级好像往下掉。它以前用盒子装，现在用。你为什么这个袋子？哦，这袋子比较干净。盒子要直接用手拿，我可以偷拍一下你这个。有点走山，要从这边拍。大麦克，然后要用手，这个比较好吃。我觉得我喜欢这个，七个油菜。它鸡蛮 juicy 的，蛮 juicy 的。而且这一次这个有吃到它小辣，哦，小辣。之前有时候它会不辣，要不然就是只有咸没有辣，所以我觉得它调味不是很混乱。对。每次吃都是惊喜包。我喜欢这个汉堡。我以前有在那个手机一开始有智慧型手机的时候，我当汉堡达人，还有个游戏。制作。对。我靠近你，要不然拍不到。哎。你可以一口塞哦。好狰狞哦！天哪。然后我研究了，为什么我们拍起来就吃东西的感觉特别的，就是不好看。嗯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动作太大，就是吃起来不斯文。你看，你嘴巴不能，舌头不能动，就你要闭起来，然后很咬的很小口，甚至就吞下去，不行啊，我们要正常吃。你要吃多久？你会快一点。哦，这前面很 juicy 耶。哎，那我觉得大麦克也很好吃。对。哇哦。这才是汉堡的感觉。我有很喜欢的一间汉堡店。它在一个学校外面，后来它就暂停营业了。有一天，我就心碎了。我们以为什么蓝色门框的几分之几？对，八又什么八分之一盎司那个它就它很简单，它就是肉酱，然后一颗肉球，然后两片面包。对，一百，超好吃。在公馆再过去一点，190块，198，对，好好吃。嗯，好吧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我不要。你不要？我喜欢中式。嗯，对哦。我很喜欢美式。它这个，开始上。它小黄瓜放很多。酸死你！对，你吃，不过我喜欢。解腻哦。你吃的每一口吃到，我觉得这是它的经典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吃的比较饱，因为它淀粉多。这是错的吧？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开始不好看了。对，开始散掉了。开始可以用筷子了，好不好？等了很久，终于来了。原本只是想喝个咖啡而已，结果这个他今天买一送一的是有特殊的才有。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底部，我这样才能喝一下。这是咸焦糖咖啡。对。我在喝之前先吃一个糖尿病。好。对。我觉得没有很好喝，我觉得还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巧克力可可。巧，摩德卡可可吧。有点太甜。太甜。可是我觉得它咖啡味还蛮浓的。好啦，我还是喜欢黑咖啡。你说这个？它的对，它产权只有50。那很少。我们要拍啊。好。我们先过完马路再讲。今天是我们健身第53天。对。你每次都入境不了，是不是我肩膀挡到了？是。哎呀，热热的。这样子，你有进来吗？
有啊，我没有，我要打这个。哦，你刚刚住在弄，我还以为你弄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用好。好，那我先走到楼梯上吗？算了，大家再用好。不会啊，我到这里等你啊，因为下面人比较多。你穿这个裤子感觉会比较细。走。嗯。好。很明显，我们还带着花衣。好。现在菜好贵。啊，哎、欸，我刚刚讲了，你有一起吗？就是今天是我们健身第53天。是啊。哦，今天冷气没有坏掉。好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外面太热。对。今天认真健身啊！今天我们早上说要做肚子和脚，是不是？好、啊，这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身材。还是应该把大菜放过去那里，这样摆会比较好吃。这样比较好。所以我们就只有三个菜，是不是菜太少，要多做几个？这是我白菜卤汤，可以吗？好啊，今天我们的午餐就是这个。沙茶炒面，然后配白菜卤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那个鸡腿肉，鸡腿肉，然后下面是那个红萝卜马铃薯，然后杏鲍菇炒香菇，然后这个是香菇炒外菜，番茄炒蛋，对吧？成功的几率比较高，咬的几率比较低。然后就是沙茶汤，你尝尝。我是用两包，两是全部哦，你不够可以多。冰箱拿出来，然后在那边加热，弄一弄，然后再把它放回去。
昨天要全部一起加热，再装。没有啊，我们是先你先夹，夹到那个漂亮的小碗啊。马铃薯。刷马铃薯。我刚不是说我加吗？不行吗？我等下看回放，我有没有讲我加马铃薯？应该是。我要马铃薯。刚刚看到大片的这个，我加给你。这是那个杏鲍菇。怎么样，多了？我没有加什么，因为我觉得它口味不重，没有闻到。就你跟你直接讲。我都把它刷干净。好热，我今天。那你是喜欢鸡腿的、啊？跟鸡腿不便宜，它价格其实现在跟鸡胸差不多。所以说没有差别，但差距不大。嗯。你这衣服穿正确吗？有啊。你感觉不是很紧，该不会穿反？不要现在后面。谢谢。看起来。我刚听到，我也怀疑一下。我会排名的。排名啊？这么快吗？对，这么快。我每个都吃过。我第一名那个鸡腿，那、这个炒鸡腿。嗯。然后第二名花椰菜。高低也对吧？你说、啊、第一名炒鸡腿，那包含了下面的料吗？对啊，当然了，就是这一盘啊，这道这道菜葱鸡腿、嗯嗯，然后第二名就是这个花椰菜，然后第三名就是炒面，然后这个最清淡的就最后面。好，那我就给你放，你放过去。居然把我番茄放最后面。鸡腿，哎，那个白菜，那个高丽菜，昨天的，我们昨天应该不能这样拿出来，这样拿。我就是想说，我昨天想说，我想要漂亮一点，嗯，然后昨天因为比较累嘛，就没有炒菜，然后我想说，那就那个装两个漂亮的小碗，这样子那个拍摄明天炒菜来吃，对，很漂亮。其实如果我们昨天是整锅先去热，然后再把它拿起来，不可以从冰箱拿出来，然后在那边分老半天，然后再冰回去就不行，因为太热了。还要解锁？你保鲜膜没有去热，加个辣椒，确实不辣，很香。你的纸应该是把它炒干，就不辣。没有啊，这是生的。炒的在里面，里面有四分之三是炒在里面，然后就是剩下一点点那个、啊、漂亮的，锅的时候放的、啊，放在盘子里面的时候好了。对、啊。嗯。那你说都是零？就是我们家的。你说外面吗？嗯、没有啊，外面的我没有摘。这个辣椒不辣？不辣吗？嗯，我觉得很辣。我刚刚就是上面有一小撮，然后直接吃。这沙茶的旁边就是沙茶的麦子。我觉得不会很浓，看喜欢啦、啊，我是蛮喜欢的。哇，那我浪费那个高丽菜。你有吃出来吗？那你干嘛不说啊？我怕我会觉得没有你敏锐。那你要讲啊？那好奇怪，好像吃起来很酸酸的，很淡，但是好像有。
我这样知道啦。以后只要拿出来冰箱以后，全部都要把它那个，全部都要把它那个加热，不要拿出来然后再放回去，太严重。可是你没有。交吧，你千万不要吃太多，要不要留一点给我，留一点给我。哎，你这碗底怎么有这么油？沙茶的，浓的沙茶。我们这沙茶有两种，嗯，但是都是两种吧，一种是粉的，一种是酱。我今天加的是酱，就是有油的。Okay. 有一种是粉的，所以这用粉炒不好，要用酱炒。那种不能，因为我们一般吃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是直接吃菜。但我想说不是要拍吗？在记录生活，这样记录我们不健康。我觉得很不能这样不健康。我说那这样，我原本都没有，我们没有要吃主食的。哦。然后我建议，如果那鸡腿肉不是煮咖喱。煮咖喱就可以切块嘛，大块一点没关系，很嫩。如果你是那个鸡腿肉要炒的话，我建议切比较厚一点的片，不要切块，不容易炒。哦，切片。嗯，有点薄，怎么办？这个分量其实很足哦。我刚刚吃过来了，还是真的很好吃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，这个。马铃薯炒鸡肉，你喜欢重口味？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看错。对，我喜欢这蒜头。对啊，你炒面也有。嗯。外菜也有。这个没有。这是一个进步。好。最后的进步，没有加蒜。所以蒜头是。但他加了葱。其实我以前都没有特别喜欢吃花椰菜，可是不知道什么。再帮我丢一下。我以前都没有特别喜欢吃花椰菜。那后来呢？就我想要炒什么，也真的不知道。可是可能就是我都喜欢用很那种焦焦的焦糖化，好像就是清炒，吃清炒的时候，哎。其实花椰菜这个本身它的，我就喜欢烫。走一次前我去看，不要给妈妈膝盖。还是我身上有油烟味。你要补。我们这样就是摆太靠近，这样感觉不舒服。这样我看到肌肉吗？对啊。刚刚我刚刚都没有看到。对吗？对啊，刚刚没拍到肌肉，所以开始摆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这样。哎呀，是吗？而且感觉也没有放到我们两个中间，手机不要停。东西都吃完了，嗯，很好吃，真的吗？这个很想吃。请你把东西手都收起来。好，那今天的午餐就算是成功一半，因为高丽菜没掉。下次就是那个一次就直接把玉米不要再那个。